各位朋友，又到了新妈新妈这个单元了。这个时候你一定在猜今天是哪一位特别来宾要来的。我先告诉各位，这位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她的五官当中有一关啊特别的大，就是她的眼睛啊，就是有够大，又漂亮又迷人，并且呢她是很多青少年心目中的这个很青春偶像。我们现在猜猜看她是谁呢？她出过很多哆瑞咪，我的哆瑞咪，一起来欢迎杨林小姐。谢谢，哆瑞咪前面不用加哇的。啊，刚刚我介绍了没有错，果然眼睛大了真是相当的漂亮啊。没有，这个单元叫什么你知道吗？新妈新妈。哎，看过没有？看过。今天自己来上，感觉心情怎么样？很愉快，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哦，把家里介绍给大家。对的，对的，对的。那么今天妈妈来了没有？今天妈妈没有来，今天是爸爸来了，因为妈妈不太会讲话哦。然后我妈妈很喜欢笑，爸爸话比较多，所以找爸爸来。现在欢迎杨爸爸。爸爸，大家好。哎哎，杨伯母，杨伯母，这你有麦克风，不必那么大声，没关系。不是，我爸爸平常在台上放学的时候哦，他从来不用麦克风的，他声音很大，哦，身体很好，指挥交通。对对对，放学呀、啊、什么的、哦。是是是，哎，一看就是妇女啊。哦，你很像爸爸对不对？对对对，我长得也比较像爸爸。眼睛都好大。嗯，我们家他眼睛最小。啊，不要讲。你们家他眼睛最小？嗯。啊，那你跟我刚好一样。我们家是我眼睛最大的。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哦，是是，对不起，对不起，杨爸爸，对不起。那么叫杨伯父，啊，轮不到你叫我爸爸。是是是，杨伯父。爸，那么严肃吗？现在上电视哎。对的，对的。笑一下，嗯，很多你的学生在看、啊。不好意思。以前杨林也是你的学生吗？是。那在学校你叫他杨林，就是这样叫。他本名也是叫杨。他叫杨义珍。杨义珍。对。哪个义？一二三四的。怎么会叫这个义、啊？你管我？问一下，女孩子很少叫义什么义？我本来只想生一个女儿嘛，哦，所以就叫杨义珍。哦，结果生了好几个，我每一个都取义。哦，他还是接二连三的来嘛。后来还是义。没有生到男孩就对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哦，那可能继续再生吗？你管我？啊，不，对不起，对不起，我有错，我有错。那如果万一不是不是，干什么成何体统？男女授受不亲，丢人了，丢人了。如果、啊、我刚问到那里哦，如果生个男孩，这伯父您准备叫什么名？早就想好了。哦，杨一郎。杨一郎，怎么叫一郎？一个儿子嘛。杨林啊，刚刚说你小时候对他这个非常的严格啊，是不是真的？严格也不严格了、嗯、我又就跟怪一般学生一样嘛、哦、不过这孩子丢人呢、啊、丢人爸我哪有我这个在学校里头这个谈到他的功课我都不好意思怎么了怎么了这个历史地理都不错、哦、对对对90多分嗯那英文数学个位数字乱讲我才什么叫乱讲你跟爸爸讲话说乱讲赶快道歉好不好没有关系 啊、嗯、好不好不要紧嘛可以好好用功嘛作弊你看多丢人呢、啊、在学校里边别的老师跟我讲教官你女儿作弊被我抓到了你看我多丢人呢、啊、我当场就说我不认识她爸哎呦我爸就是这样子他都是讲实话他不会像别人的爸妈都这样赞美我没有关系当然爸爸很严格啊妈妈就会对你比较放松一点嘛对不对他妈不错他妈对他不错 对, 对的妈妈对对我你妈妈是哪里人我妈是宜兰人啊宜兰人、啊、嗯是本省人吗对本省我妈只会讲闽南语你听过大陆哪个省份有宜兰县吗那这个伯父您是哪里人我湖北湖北啊对对我爸湖北爸爸会讲闽南话吗我不会不会那妈妈不会讲国语对那糟糕了怎么谈恋爱呢相亲嘛相亲嗯嗯嗯哦就是没有谈恋爱了是、啊、相亲总是要见面要讲话那个时候就不用讲话了嘛。哦。看对眼就可以了嘛。对对。看对眼就结婚了。对对对对、那结婚之后总是还要讲话。那也不用说嘛。嗯。动作嘛。用手比嘛。哦，用手比，用手比，是是。我都叫他学国语，他妈现在国语说的不错。对呀、啊。那他妈妈一定很漂亮了。我老婆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乱讲，人家妈长得很漂亮，说。
很温柔。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以前很多男生有没有追她？对呀、啊，我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妈说她很多男孩子追她，是我爸爸一直死缠着她，她才……我这什么话？你要知道看电视有多少学生在看。对呀、啊，你讲话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缠过你妈妈？你妈妈可根本一眼就看上我，天天在我校门口等我，等得我不好意思。乱讲！妈说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穷。我是穷、啊。我是穷，可是没有关系啊。人穷志不穷。我人穷，我志不穷。对对对，你妈就看得起我这一点。杨林是得到妈妈的称赞，很漂亮啦、啊。是啊，她这个当歌星我有点不满意。当歌星我就不满意。小的时候我就指望我的孩子将来好好读书，都当老师。对对。哎，他这个样子读书读成这样，教学生作弊也不像话。当歌星算了。当歌星也不错啊。当歌星、就是啊、可以了。哎，可以了。万一他当老师，你要他教什么呢？我看，他也只能教唱游啊。哦，爸，我爷你爸爸真累啊！你爸爸怎么那么严肃呢？哦，你怎么回来的？我还没有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赶快，你问。嗯、以前念书的时候，杨敏很多男生追她了。是，很多男孩子追她、嗯。但是我这当教官，我都查得出来。是对对。有人写情书给你。写情书寄到家里啊！我马上就照着那个情书到学校去查，看是哪一个男孩子，我揪出来就记个过。哎呦，谈什么恋爱？学生谈什么恋爱？可是话又说回来的，学生的时候难免会想谈恋爱，对不对？对呀、啊，对、啊。所以你那个时候没有谈恋爱，可惜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谈恋爱，这个交男朋友都还要带回去给爸爸看。真的、啊？对对，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子。哎呦，那男孩子到你家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别扭吗？会，当然会了。所以呀、啊，所以交不到男朋友啊，杨伯伯，女大不中留、啊欸，不要把她看得太紧呐、啊，到时候啊，想要推都推不出去的。开开玩笑啊，开开玩笑。谢谢杨林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大家。